别怕，本殿下是脉都开了，区区几个魔族算得了什么？ 我若在这里败了，必会招来白绝的嘲笑。我就是一帮魔族，我跟你们拼了！神尊，上古呢？神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小殿下一个人去和魔族交手了。 殿下，竟同魔族打出这么大动静！不，此乃他的天劫。我的祖神亲爹啊，这渡劫之雷可比普通人的天雷害人多了，怎么这么突然？今天就让我渡雷劫？ 这是什么样的八字命格呀？竟然雷劫都劈不到我！你凶什么凶啊？有本事再劈我一道试试！ 白绝，我是。我这招式都练得差不多了，什么时候带我去九幽历练啊？你的得意忘形的确令本尊刮目相看。什么意思？你要知道，若今日稍有差池，就会命丧魔族之手。可巧啊，我这回顺风顺水的，我不仅打败了魔族，还完好无损地渡了我的天劫。以前你嫌我懒，害怕魔族你生气。 现在我勤快了，我主动去找魔族挑战，你又生气，你说你这人是不是很难相处？给我的，你不要，可以还我。谁说我不要的？
你这打我个巴掌给我甜枣吃的，是不是觉得刚才对我的训斥过于严厉了，有点愧疚了？本尊只是看不惯某人实力太差，连自保能力都没有。你莫名其妙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惦记上我了？嗯，本尊的眼光不至于那么差。哼，这三界上上下下的惦记我的人可不缺你这一个，可多可多了，都比你英俊，比你温柔，比你哪哪都好。哟，我埋汰你两句你至于吗？还给我演上了。我看话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能中了你的诡计吗？白爵，白爵，你怎么了？红日，红日，你们家主子被我气晕了。红日，替他渡天劫，助神劫。白爵对这小主神真是不一般呢。有趣。魔尊，如何？魔尊猜得不错，朝圣殿那位殿下果然已经打开了神脉，属下派去的魔将不是他的对手。这白爵真是不简单，赤阳教了他一万年也开不了窍，这才短短数日便开了神脉。我倒是想会会我们这位小主神呢。你继续派人去盯住瞭望山，有任何动静立刻来报。是。堂堂一个真神怎么说晕倒就晕倒了？方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方才没发生什么呀，他给了我一柄剑，然后就……是什么剑？神尊居然为了你炼制神器，我跟了他几万年，还从未见他待人这么好过。铸一把剑，有这么难吗？小殿下，你和神尊本源之力不同，以神尊现在的身体为你炼制神器，会元气大伤，寿数受损的。寿数受损？怎么可能？他是真神，当与天地同寿。你当真以为你身为主神继任者，这天雷就劈不到你了呀？那49道天雷全是我家神尊一人为你挡下的，他早已神力受损，元气大伤。我这是什么样的八字命格啊，居然雷劫都劈不到我。如今还为了你炼制神器，不就半条命才怪呢。平日里我只瞧见他独断专行，没想到他竟为我付出这么多。神尊神力受损，我得回趟神界去请至阳神尊来帮忙。小殿下，你替我守好神尊。白爵受伤，结界定会削弱，瞭望山的魔族一定会发现，你去重新布下结界，千万别让魔族闯进来。可是神尊，这是我欠他的，应该由我自己来还。